我哋瞓喺地下支持咗三星期，罷工取得成功，萊克都有喺大閘外露營支持我哋。事實上，教會同市民為罷工者提供了主要的支援，而格但斯克的市民為工人祈禱的地方不是一般的教堂，而是歐洲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專砌教堂——聖瑪利亞教堂。當時每個教堂舉行的彌撒都以格但斯克全體市民支持波蘭團結工會的運動告終，而波蘭前總統每逢禮拜日仍然會出席彌撒。聖瑪利亞教堂裏面建於1464年的天文鐘依然保存到現在，顯示年月時間、月亮圓缺的周期和聖人曆。天文鐘旁邊教堂的鐘殿裏面是一幅頌揚波蘭團結工會的畫像。格但斯克一直對抗東西方的侵略，雖然1945年的炮轟令這裡夷為平地，但是他又重建起來。雖然受共產政權的壓制，但是他反抗並且取得勝利，北歐波蘭的格但斯克永遠堅強地生存下去。